是牛爸。牛妈，我们今天来到桃园青埔的 Jeff 嘉年华。没错，这是个跟美国的游乐园很像的地方。上次我们去美国也有去一个海边的游乐园，这次在台湾也有出现一样的游乐园的，妞妞期不期待？那我们赶快走吧 ，Let's go。大隻耶，就有娃娃哦。那我们五球，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完了完了，不顺利，完蛋了！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什么的感觉。牛爸，可不可以进呢？多点一下。哇，这是没有啦。可以了。好，加油！好，go go go， 好，哦，没进。盖火锅，来哦！你没办法，盖火锅，我也投不进，你也投不进啊，真的投不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好，我来刚睡醒。妞妞，我们去做你最喜欢做的。但是他的旋转木马很快，旋转木马专家，你去体验好不好？你去判定一下这个到底快不快。它这个旋转木马是说只有小孩可以坐马，然后大人只能坐像这种红色的椅子，是不是因为很快？我也不知道。妞妞快吗？我很快。这个他的腿太粗了，我绷不起来，只举了小底部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好，稍微，稍微好。不会可怕，真的。对啊，还蛮慢的。底下有号码，然后就是分数越多就会得大奖。一只，来三只哦。哎、欸，吃到饱，吃到饱。不是捞越多只越高分哦。大的海马，我用八分，十五分，所以是等于是中的海马。对，它是中的。飞上来了，飞上来了，我们慢慢下降了，刚刚飞得很高，哎，终于飞上来了，最后要结束之前终于飞上来了。飞上来了，
受到世界都是你们两个当代表。因为我们都不敢上去玩，所以我们被打手玩滑翔翼。对了，我们的计划，对，他会把精彩的画面带给大家。那我们走喽。膝盖先上去，趴着之后，两只手抓着前面的那个白色的。哎咻！请问做完的心得如何？还不错，凉快呢。凉快，对啊，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晕，还蛮舒服的。哦，对。天佑，等一下你去做那个。不要。我国小时候有做过，但是现在长不见了。长不见了。所以我把我的短传给你，换你去吧。真的。啊，忘记删给你了。好，我们的太代表庆龄上场了。对对对，它会有一个杆子，就很用力的卡着，让你不要掉下去。大家看影片，就感受一下。如果感受不出来的话，自己来做做看。对。这边有奶瓶哎，奶瓶的奶茶。你要修修脸，那么大还在喝奶瓶。你这大。你看牛妈的。咖啡番茄。番茄好的。好棒。
而且我觉得它这边东西虽然都是小小，但是速度都很快，都很刺激。没错，那在台湾玩得到这种美国风格的这种游乐设施，没错，而且它的娃娃都超级大只，对，就是让你觉得赢了之后哇划算。那我们明天有那个去丢球的，在家先练一下，再先练一下，把垃圾桶倾斜那个四十度角，先练一下，先练一下，一次就让它赢走。对，这也在桃园青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订阅我们的所有频道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被发现了，你以为我们没看到你就可以偷偷坐上去吗？哦，悠悠不好动，会重吗？我都不好动。对。能坐那个车啦，还要过去。